贴吗？贴门的福字儿。我现在刀子好使。好嘞。贴完了屋门，贴大门。我们家的农用车也得贴上，出行保平安。贴板正呢啊！哎呀，我感觉这贴点歪了，福字没歪掉。爸爸咱们回家一会儿的嘛，那贴春联的嘛。把我们的对联也都已经贴上了。对联贴完了，顺便两个孩子进屋换上衣服。哎呀妈你美的你。先给他凑上美了。滚滚呢。好了，画完了，你漂亮了今天。真是滚滚。我热了，热了。鱼炖上了，开始砸菜用。过年呢，蚕蛹是俺们家都少不了的一道菜，都可愿意吃了。看看奶奶切冻的。我想看。我不会切，这切的不好。今天切的有点厚啊。你切啊。切啊。我不会切，切的吧。都让他切，走都走了呗。我不会走，我呢。好过算。不，这样好刀。好像算，主要是。一个比一个好。嗯，一个比一个好。就是说，就是不用折腾那么多，就是送到门就行。现在菜已经快做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把炮仗准备开始点上放上，炮仗一完事儿就可以进屋吃饭。放鞭炮害怕不？不害怕。现在我长大现在我们要开始吃饭了，然后大龙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开始吃好吃的了。来喝这个。忙碌一天了，开始吃饭了。忙着呢。喝那不好气儿，喝那不好气儿。干杯！爷爷干杯！干杯！你要喝，挺不完了，真是的，挺带劲儿的。